他就已经是大英百科全书里面的科学家，巴克利，他来到了台南，他建立了神学院，他做了我们台湾第一份报纸，我们教育公报都是由他，还有太多太多的第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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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那我们在中部是谁？兰尼斯，从英国来到这里，他为我们高的知识分子，为当初这里不识字的医师，为贫困的，而且疼爱他们，爱到医师自己本身割他太太的皮，然后来补周金药，连父母亲都不要的孩子，我为你们舍得，这个方向，现在台湾的政治社会还在。你们死老百姓要听我们官员的，然后官就是我们的父母官 ，no， 这违反的。所以我告诉你，耶稣的每一个动作都在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、伦理观。他爱我们，就为我们舍弃所有的一切。现在台湾许多大宗教，他的名分越高，法师的身份越高。他越贫困还是越有钱？越有钱。耶稣说：“我为你们舍了。”他们说：“你们，我们要看空，但是是你们空，我有。四大皆空，是你们要四大皆空，我四大皆有。所以名分越高的法师，他越有。然医师他们两代四个人。”离开的时候，有没有许多的带许多的金银财宝回家？没有，把所有的梦留下。这里没有的医疗器材、建筑、医院，钱没有的，都从英国再回去募款来，因为我为你们而舍的。所有这一些都是受耶稣的影响，耶稣还在影响。所以，只要你成为耶稣的门徒之后，请问你的人生是一个分享给别人的，还是希望我信了耶稣之后，来大家希望你们爱我嘿，希望你们哈、啊、给我嘿，我希望你们哎，那谎言哦，有人来个真爱来做礼拜，因为每礼拜的中间礼拜刷无算啦，到面顶你硬硬讲了了，啊，就有人提一个袋仔来，啊，我每摆都去拢提起来拢一百块，每摆来提起来一百块，我告诉你。你耶稣比这个家，只要你认为你比别人更行的，只要你认为你比别人更强壮的，你就要给，就是给，不是得到。用这个基本的精神来检验台湾所有的宗教，谁是在上帝旨意下？各位，你愿意成为耶稣的门徒吗？他。阿嬷，另外每一个故事，每一个故事都是。今天在这里也做一个邀请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成为他的门徒吗？台湾，名义上的善人很多，但是善人那么多，搞不好一些盖子掀开。许多善人背后的言行举止见不得人，在这里，耶稣从头到尾，他只有三年半，三十岁出来，三十三岁就被挂在那里了。他今天还在影响这个世界。等一下，我们要进入他在临终之前的最后一次的晚餐，所以叫做最后的晚餐。他不只做这个动作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这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新的 covenant。他还脱下他的外套，给他的十二个门徒洗脚，动作，耶稣为门徒洗脚。所以，爸爸妈妈为他的孩子洗脚，但是我要提醒大家。今天你已经这个年纪了，有一天你的爸爸妈妈到七八十岁了，我告诉你，
爸爸妈妈为他的儿女洗脚洗了上千次、几千次。我这样子说有没有夸张？没有。在孩子呱呱落地之后，到孩子自己会洗脚，至少洗了好几千次。检验你的爸爸妈妈，检验你自己。有一天到爸爸妈妈生病、衰老、死去，搞不好一半以上的儿女未曾为他的父母亲洗一次脚、剪一次指甲。我这样子说有没有过分？没有过分。我要告诉你哈，有一天你的爸爸妈妈会变得比你虚弱。当你看到你的父母亲开始比你虚弱的时候，那是耶稣开始在提醒你了，你已经强壮了，他虚弱了。你在奔跑了，他已经走不动了，是你该给予的时候。各位，耶稣的每一个动作意义深远。他不断在对这个世界讲话。被钉死在那里的，他的人格比钉死他的高尚许多。容我说一句话，监狱里面关两种人，一种真的是不是好人，监狱里面也关了一种比关他的人人格更高尚、更高尚的人，对吗？所以有一天有人指着你的鼻子说你怎么样，你怎么样，你稍微反省一下，我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卑贱不配吗？假如不是，你可能你要得到安慰，搞不好被责备那一个人比责备他的更刚上一点。当牧师的我常常在听人家讲他的心声，我有机会常常进入人的家做协谈，做一些事情。当我进去看到一个，我真的，我要注意观察，我观察五分钟，到底这个家庭，这个关系是比较好，还是那个乖乖的在那里？对，问题是出在哪一方？我会仔细的观察。耶稣他被钉了，他继续在对这个世界讲话。成为他的门徒的都自以为我不足，我软弱，我愿意成长，我愿意学习。神啊，谢谢你，我虽然软弱，但是你的宝血洗净了我，让我重新再来。哎呀，感谢我们一切的祷告好，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领受到基督耶稣的爱，上帝的儿子竟然为我们死了，表明上帝对我们的爱，表明上帝对我们的爱永不放弃，表明上帝对给罪人第二次无限次的机会，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回心转意。谢谢，成为上帝的儿女多么的美好，我们的信仰导致我们新的生命、新的生活，不是受制于这个社会的法治，不是受制于这个社会的伦理与道德，因为我们早已远远高过这一切。你为我们舍了，我们怎能够保留自己不为世界上身边需要的人做一些事情呢？谢谢你能够让我们成为好的撒玛利亚人，常常停下我们的脚，观看我们周边的需要。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，阿门。那这个时间来给我们继续休息，好吗？回应师，主，你身体为我受伤破裂。大家起立，
点。祝你身体再一次，这一节再一次来，祝你。